的诸位长辈，诸位教育界的前辈，同仁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大家昨天睡得好吗？好。睡得好啊，才能吃得好。睡得好又吃得好啊，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假如地位高，财富又多啊，但是吃不好睡不好啊，那也不见得啊是福气的。所以这个世间呢，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，什么是利，什么是害，我们可能要冷静啊去思考啊，才懂得了。那比方我们昨天这个谈到啊，自爱啊才能爱人。那我们真的懂得自爱吗？比方我曾经啊跟大学生交流到啊，我请教他们，请问他们是小学的时候德行好啊，还是大学的时候德行好？很多朋友们都说小学哈。好，那假如我们的德行是小学的时候好啊，那我们有没有自爱？自己的德行一直在往下降呢。那我们面对自己德行往下降呢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有没有帮助自己啊心灵提升上来，而不是一直在往下降啊？所以我们看看自己这一生呢，有没有懂得爱惜自己。我们跟自己24小时朝暮相处啊，我们都不懂得爱惜他了，请问我们还能去爱人吗？我们都想着呢要去爱别人呢，那我们是真正懂得什么是爱了吗？很多呢我们人生的想法都很好，我们希望去爱父母爱孩子啊，对社会有更多的贡献，但是在这一些好的目标的追求当中啊，有没有一步一脚印啊，有没有找到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？我们要找到呢成就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呢，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？假如我们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啊，那我们常常成语里面讲好高骛远啊。所以老祖宗啊这些话啊，对我们的人生啊，事实上呢一句啊都有很大的启示。但问题就在啊，这些话呢我们只拿来背，拿来考试，没有用在自己的人生，没有启发自己的人生呢。那大家觉得读《论语》乐不乐啊？啊，你们没反应啊？我听懂了哈。虽然你们没讲话，我听懂你们的心声啊。那假如我们面对这些5000年的经典呢，都这么苦，然后我们面对孩子说，学而时机之不亦乐乎哦。
你说他相不相信啊？小孩子啊，心里特别敏锐，骗不得，来不点半点虚假。我们小的时候很敏感的，今天爸爸心情好不好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有没有说话？没有啊，那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所以啊，其实我们都是很敏锐的，心的力量很强啊。哎，可是读了大学以后啊，这妈妈都已经痛苦的要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怎么我们的敏感呢？我们那种心的力量越来越弱，这值得我们思考啊。好，我记得有一次刚好这个上《弟子规》的老师们呢，哎，他们看到是母亲节啊，就设计呢让孩子啊感恩母亲，给母亲啊行跪拜礼。结果这些母亲啊坐在椅子上呢，这孩子一拜下去啊，这个母亲就流眼泪了，很感动啊。而这个5岁的孩子啊，当他抬起头来啊，看到他母亲流眼泪啊，他也跟着哭起来了。我在旁边观礼啊，我看了也很感动啊。事后呢，我就把这个孩子找过来，我说你刚刚为什么哭啊？他说因为妈妈哭了。完了，母子连心啊，那一下子那个心电感应啊，这是每一个人本有的天性啊。所以父子之道，天性也啊。老祖宗是顺着人的天性教的啊，所以好教啊。我们曾经办一些课程呢，有一些官员来了，来的时候啊，头是这样进来的，上完课啊是90度鞠躬出去的，结果他们的上司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很危险啊，专门给人洗脑的。其实他误会了，那是老祖宗的教诲，是顺着人性教，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啊。所以这个《孝经》里面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父子之道，天性也啊，不是违逆人的本性在教啊。所以我们很熟悉啊，曾子是孝子啊，传的《孝经》啊。在24孝里面有提到啊，曾子有一天到山上去砍柴啊，结果有朋友可能走了不知道多少天的路程啊，去找他啊。母亲看到他的朋友来了，曾子又不在家，人家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啊，很怕让人家在等。以前的人啊，很厚道啊，都替人想。所以这么心急之下呢，想叫曾子赶紧回来啊，他就咬了一下手指啊，一咬下去啊，曾子马上心痛啊，家里有事了，赶紧回来啊，看到母亲，妈，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他母亲讲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的朋友走这么远的路来了，我真怕他等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赶紧接待朋友。哎，母子连心哦，曾子这么大年纪了哦，还母子连心哦。好，诸位朋友，现在我们的父母咬断了，我们知不知道啊？哎，我们的天性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应该是保持在发扬啊。这种例子啊，不是一个例子啊。哦，你包含于前楼
他去当官，突然呢、啊，心里发慌啊，他马上把他的官职辞掉。以前的人太可贵了，功名利禄啊，绝对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功名利禄是拿来照顾人民的，不是贪那个权贵啊。所以名利啊，没有污染他们的心啊。哇，现在人一赚大钱啊，连父母都要看他脸色啊。哎呀，你要赚钱，你没空啦、啊、不用来啦。嗯，我们这个当儿女的听了，嗯，对对对。现在这个世界谁最大 ？Money， 颠倒啦！以前是人心中时时都念着父母啊，现在人心中时时都念着。大家看呐、啊，老祖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钱字怎么写啊？常常只想着金钱，就要出事啦。这两只刀就要现钱啦、啊。所以现在父子争产，兄弟告上法庭，多不多？多啊，不是新闻啊。所以大家看哦，颠倒的现象处处都在哦，因为万法由心生啊，人的心偏啊，种种乱象就出来了。所以老子讲啊，知常曰明啊，不知常妄作凶。知道什么才是做人的常道，做人的正道，这个是明白的人。不知什么是常道正道啊，他所做的行为很可能都在造成他人生往后的凶灾。我们想一想啊，现在不孝的儿子很多啊，请问大家，5000年来啊，哪一个时代的父母花最多时间教孩子？现在哦，大家都有同感哦，心有戚戚焉哦。那请问大家，这5000年来哪一个时代的儿女教的最差？现在哦，哦，那大家学过经济学叫投资报酬率。不划算呢，你说现在人很会算，对吗？对哈、哦，但后面还有一句话等着，叫人算不如天算啊。人再怎么会算，假如不跳出自我自私啊，他所能算到的呢，只是眼前的利益而已。哎，只看眼前就看不到未来了。所以急功近利，好像眼前大家经济都好了，哇，下一代完了。再来，大自然岌岌可危。很多科学家就讲了，人类再不改变他的行为啊，可能这个地球都不能住人了。请问大家，钱存到可以上火星了吗？哈，哎，现在人还是在那里思考啊，哎，我要赚多少钱呢、啊？以后我就能解决问题了。所以很多人生的道理啊，不见得是要经典跟别人告诉我们。一个人善于观察，善于用心，他在他眼前就看到什么叫真相、真理。比方说，大家看我们身边的邻居，假如有钱了就非常的嚣张，请问大家嚣张多久？哎，
可能有人家里啊，父母不识字，常常呢，这些邻居啊，还骂他们傻人、哦、笨人。结果他的儿子啊，五个都读大学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被人家骂是消自己的罪业啊。世间无没有做错事啊，还被人家常常骂，子孙都会作发，会发达起来啊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你明理之后哦，以后你被人家骂说，哎呦，我有福啦，后代有福啦。你不明理就每天气得要死，气了还把自己的身体都气坏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你真明理了，这个人世间没有一件坏事。所以你今天假如被骂了，你要，哎呀，种福田啊。好，尤其是什么呢？你做了很好的好事，人家还骂你，还误会你，不要难过。一来修你的定慧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还不解释，还能忍辱，观德于忍啊。一个人德行从哪里提升？任何境界都忍得住，不跟人计较，不跟人对立，德行就上去了。啊，讲两句，我们脾气就上来了，火烧功德林啊！所有的修养啊，一把嗔恨的火啊，全烧光了，烧完还三天缓不过气来啊！你说这不是自讨苦吃嘛？自找罪受了。观福于量，看一个人福气有多大，看他的度量。所以一个人能当上宰相啊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啊。啊，所以大家注意看呢，那个很有福气的人啊，相由心生啊，耳朵耳垂特别厚啊，脸特别大。大家注意去看哦，现在的孩子啊，有这个相貌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他从小啊，奢侈浪费啊，福气都耗掉了。你们不要拉耳朵啦，拉没有用，要记住一句话，君子务本。要从根本下手，不要从现象当中下手，拉到最后伤了耳朵，我不负责任啊！什么是本？相由心生啊，要转心啊，一转啊，相貌就转了。所以在《了凡四训》当中，这个袁了凡先生呢，他人生的阅历也很多啊。他遇到一个小时候的朋友，结果这个朋友啊，小时候的坏习惯都改掉了，本来很傲慢呐、啊，哎，刚好一起进京赶考，遇到这个朋友，看他呢，整个气质都变了，尤其很谦虚。这个袁了凡先生就说了，他今年一定考中，结果果然考中了。所以上书告诉我们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真的。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命运呢、啊？最根源的是他改掉习气多少。你不是每天在那里拿着书读，你就改变命运哦。书只是告诉你方法哦，怎么改正自己的习气，真改了命真变。有没有人去算过命啊？哦，没有是吧？有啦齁、哦、算得准不准？
很多人算得很准，告诉大家，你假如学弟子规还被人算得很准，叫白学了。那你就是都没改习气，所以命都没变嘛。所以这个学了一阵子之后啊，去算算命也是可以的。最重要是看什么，我有没有真学真干了，一算不准了，就是自己啊真下功夫了。所以整个易经就是讲趋吉避凶啊，本来的灾难可以避掉，这个就是自己啊得日进过日少了。而且啊，灾难的根本在哪里？根本在哪？就像大夫治病一样，中医治病啊，你得把病根找到啊，才能把它治好。病根在哪？尚书告诉我们。所以没有这些经典啊，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上，面对这些境界啊，都觉得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处理啊？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尚书上又告诉我们，天作孽犹可为啊，这整个天灾啊是可以转变的啊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，自己还不肯改过继续造孽，那这个灾难就很难化解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了，要转变世界的灾难，要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跟改变家族的命运，根源呢在转变人心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人心要靠教化，教化可不是急功近利办得到的哦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哦。教化是现在最根本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所以请问大家，这个世界上哪一个行业现在是最重要的？你们说的哦。哦，不是我说的哦哈。真正思考了，真解决问题啊，现在啊外交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了，政治经济武力都很难解决，甚至于这些方法哦，坦白讲啊，越解决越复杂。为什么？舍本逐末。大家看最近国际间用的方法，经济学家用的方法最后变成金融危机，结果他们提供的方法呢，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没底，投了这么多钱到底能不能解决？告诉大家，只要继续奢侈，这一个题目叫做无解。对呀，继续奢侈，福气就全都耗掉了，哪有解啊？我们看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，武力最强。美国是经济啊，算是很发达的哦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，全世界欠钱最多的是哪个国家？哦，所以美国人的逻辑哦，我实在不敢恭维。他想做老大，居然是欠钱欠最多的。一个人没钱到处花钱，你尊不尊重他？这样的行为啊，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啊，都觉得他很无耻啊。没钱就安分守己了，还这么会花钱。他自己爱花钱就罢了，还把这些价值观通通送到全世界，都要学我，都要学我。好莱坞电影就学他。
是不是？所以下一代的思想观念都受好莱坞影响，包括我，你说冤不冤枉？我读初中的时候啊，我的书桌前面贴着一个偶像，叫席维斯·史特朗，第一滴血拿着一支冲锋枪，好酷哦！什么叫英雄？打打打打打打打，用武力叫英雄，误了我好多年。这叫逞强好胜啊！这个魔啊，心魔啊，入心啊，逞强好胜啊，嫉妒心就很强。看到同学考试考得比我好，心里很不高兴。运气好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虽然心里这么想啊，还得要装着很祝福他的样子。哎呀，恭喜啦，考得不错啦。所以就从这些情况当中啊，养成了心口不一。那心口不一啊，就不真诚啊。人一不真诚啊，这个心性就是折自己的福啊。尤其啊，形成的呢嫉妒或者啊瞧不起人，为什么？逞强好胜呢，人家考得比我差了，很高兴啊。所以福气在哪里漏掉了？一念之间啊，跟常道相应就积福啊，跟常道不相应就折福。所以世间人要会算哦，诸位朋友，我们有两本账本哦，一本是银行的账本哦，这看得到的哦；一本是看不到的账本哦，是我们积了多少善行哦，以后会福气现前哦，就像种田一样哦。但是大家要注意哦，再多的钱也化不了灾难哦。大家看哦，每一个大灾难来的时候，请问有没有有钱人死了？有，对呀，那他的钱能不能化他的灾难？化不了哦。只有行善积德才能化灾难哦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人世间有两件事不能等，行孝跟行善。我们看到很多很有钱的人，因为没有积德啊，他身边很重要的亲人去世了，甚至于是他自己去世了，那个钱也买不回啊，这身边人的寿命哦，因为凶灾来了，所以行善要及时啊。我们不能变成守财奴啊，就不好了。所以这个心啊，人心啊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的。知道问题根本啊，要解决啊，就不难了。而我们刚刚说到呢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最重要的是从事教育的人。因为这我常常看报纸啊，现在社会上呢确实有种种的现象，一些行为啊不是很好，家庭冲突了，人与人冲突了，我在看这个报纸的时候啊，都觉得每件事都跟我有关系啊，比方说有一个官员贪污了，我会先注意看他的名字，哎呀，好险啊，不是我的学生。比方呢，我看到一个报道，一个博士啊，不孝顺父母，
我一看，哎呀，不是我的学生，好险。请问大家，假如你的学生是博士，但是他跟妻子没办法相处，离婚了，你会不会高兴？假如你的学生是博士，他却高科技犯罪，你还会不会拍着胸脯说，我的学生是博士？会不会？不会啦。假如你的学生当官了，贪污，我相信你连提都不敢提。所以当老师哦，任重而道远哦，社会当中每一个现象都跟我们有关系哦。哦，所以我很谨慎在看报纸，因为我很怕以后阎罗王常常找我去问话。哎，你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教的《弟子规》没有？哦，有有有，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哦，假如没教，哎呀，这我也失职了。所以每一个社会不好的现象出现的时候，都值得每一个家庭，值得学校，值得整个社会，尤其社会的领导者思考。那是结果啊，原因是什么？没有教他做人啊，你能怪他吗？人不学不知道啊，这《礼记》《学记》告诉我们，你怎么可以责怪他呢？人不学不知义啊。而《三字经》里面有一段话哦，值得我们思考，叫养不教父之过啊，这个父包含母亲哦，哈，叫父母过哦，哈，你不要看完之后马上哎，都是我先生的事，不干我的事。那个父就是指父母了哈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我今天不是来吓大家的哈，我是告诉大家呢，责任重大是大福，也有可能是大祸。那请问大家，要拿起大福还是大祸啊？谁都知道要拿起大福。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孔老夫子是我们的好榜样，孔老夫子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开山祖师，他是师人办学啊，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一生啊尽心尽力啊，不疲不厌的教育学生，他福气大不大？你们身边没有孔子的后代吗？哦，我来马来西亚都遇到两个了，你们都没遇到啊？很大哦，传到现在八十几代了哦，很兴旺哦，他的后代上百万人哦，而且都很有成就哦。我们在南京办课程的时候啊，一次办课程来了四代孔子的后代，74、75、76、77共聚一堂，哇，一起拍照，结果74代最年轻，他的辈分最高，福报这么大，为什么？他承先启后啊，利益了2500多年的后代，所以他福当然大。那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学贵立志，要远大的志向哦。所以学儒就学孔子，我们以孔子为榜样，因为我们跟他是同行，是不？哎，有志气啊，圣与贤可循之。孔子做得到，我也能做得到。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呢，你现在的眼睛是炯炯有神，放光了。我从今天开始就是效法孔子。
我的念头，我的一言一行都以孔子为榜样，这个人不得了啊。为什么？知耻近乎勇啊，他知道羞耻，我的德行要效法孔子，我的行为比不上孔子，我觉得很羞耻，这叫德比于上则知耻，欲比于下则知足。欲望享受啊，我们跟一般百姓去比就好了，你不要去跟很有钱的人比啊，人比人会怎么样？气死人。而且说实在的，你那个欲望啊要有节度，欲望没有节度啊，吃也要吃贵的，穿也要穿贵的。你说现在人吃饭呢、喝酒啊，那哪叫享受啊，那叫自残啊，那不叫喝酒，那叫灌酒啊，是不是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，人家以前的人喝酒是怎么喝的？那个酒杯上面呢、有两根这个两根两根装备哦，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啊。为什么那个酒杯还要有两根金属出来呢？因为它就告诉我们了，喝酒要适度啊，喝太大口你眼睛都瞎了，真的啊，酒精中毒眼睛就完了。所以古人都知道啊，要有度啊，现在人 XO 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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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哪叫喝酒啊。然后吃饭，一天最多你吃三餐嘛，现在人一天吃午餐的都有。哎，我钱多要你管，我喜欢吃。所以现在人啊，不懂得一句话叫病从口入，吃一大堆吃到身体坏了。请问大家30年前有没有听过癌症？现在哦，你身边哦没听到都奇怪。30年前没有的病哦，现在一堆。所以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啊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应酬多的人呢、叫上顿陪下顿又陪，终于陪出胃下垂，吃到最后身体都吃坏了、所以现在年纪大的人呢、见面都说、我们是闽南人讲的吃卡巴耶啊，吃卡巴耶啊，就吃坏一点啊，不要吃太好啦，吃太好好那个胆固醇太高了，高血压了，多吃些青菜豆腐啦，营养够就好了。现在不是营养不良啦，现在通通病都是营养过剩啦。你说穿也要穿好的，出去买衣服，这个太太在那里挑衣服，衣橱里的衣服总是少一件嘛，在那挑挑，挑到喜欢的，买了买了，他的先生在旁边说：“买了买了。”哦，啊，这个，解释一下，这个“买了”是闽南话说“不要了，不要了”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人生哦，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这是做人的基本修养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辈啊，哦，他说他结婚以前哦，在谈朋友的时候觉得女人其实蛮好养的，才吃那么一点点。后来啊，他结完婚之后开悟啦，啊，东西吃的东西很便宜啊，
衣服很贵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勤俭持家啊，就很重要了。欲望啊，不要增长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人欲望越淡啊，身心清安，寡欲精神爽啊。大家注意去看哦，历代的高僧啊，平均寿命啊，90岁左右啊。历代皇帝平均寿命40岁左右啊。请问大家，谁有福啊？那皇帝享那些福啊，那命都没了。所以欲望越淡啊，对自己越好。再来哦，你自己很会花钱哦，我很会赚啊，我赚了就是要花啊。但问题来了，请问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一样会赚呢？哇，那想事情不能只想眼前哦，要想到当我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我孩子的生活习惯，变很会花钱的时候，事实上啊，我们已经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欲望的奴隶了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以前的古人啊，他很懂这个道理哦，他钱不留给孩子哦，留给孩子他不骄奢淫逸吗？留给孩子他素质比较好啊，他就不想努力了。子孙若如我啊，留钱做什么啊？贤德而多财，则损其志嘛。他说我爸都赚好了，我还努力干什么啊？他志气不就没了吗？余而多财，这个孩子素质比你差，你还留 一堆钱给他，亦增其过啊。他一有钱了，安逸了，放纵了，不要以财货啊杀了自己的子孙啊。以前人很冷静啊，他想得远啊。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富不过，这一句话现在要修正一下，科学发展观啊，要客观观察，实事求是。请问大家现在富不过几代？一代都过不了了，因为这些道理都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孔子，以他为榜样，德比于上，欲比于下，就知足了。而且说实在的，人真正尝到了道义的乐啊，读书之乐啊，那种乐啊，世间任何的欲望啊都比不上。不过要常常看才知道，叫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所以孔子讲啊，饭疏食饮水，他吃粗茶淡饭，屈肱而枕之，这个肱就是这个啄到手腕这个地方，他买不起枕头没关系，这个手折起来就可以睡觉了，乐亦在其中矣啊，不义而富且贵啊，于我如浮云啊。不符合道义的这些富贵啊，他不去追求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立了这个志向了，那就要懂得啊，知命啊才是君子，不知命啊无以为君子。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教诲啊，我们的目标呢，做世间君子，进而再提升呢，做贤做圣。人没有坚定的目标啊，很容易悠悠放任呢，得过且过，这时光啊就这样耗掉了。好，那什么样才是契入君子的境界呢？首先要知命，知道这一生的使命。
要对得起家庭，对得起国家民族，也要对得起自己。一个人有没有把握提升自己的灵性，这个很重要哦。我们的灵性不能一直堕落下来啊，那就对不起自己哦。所以一个人忠于自己啊，他就不欺骗自己，他就懂得啊，要成就他自己。所以真正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的灵性提升呢，首先要懂得放下，心上装一大堆烦恼，装一大堆欲望啊，这个灵性会怎么样？会沉下去哦。好，所以一个人呢，这一生要怎么经营呢？留得长远的，留得下来的东西，带得走的东西。请问大家，钱带不带得走？带不走啊。你身边的人带不带得走？那就不要强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了。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一样都带不走，结果我们一辈子都耗在追求这些东西，然后把自己的灵性一直往下拉，不划算啊。三才者天地人啊，人这一生好好修养自己啊，可以与天地并列三才啊，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啊。反而我们这一生越来越堕落，就很悲哀啦。所以懂得放下哦，带不走的哦，不要苦苦追求了。那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里哦，心里有点不安的。那我不求，不就没了吗？我很理解大家哦。不求不是不努力哦。是努力了，但不苦苦贪求。请问大家，求就一定求得到吗？不一定哦。不求就得不到吗？哦，告诉大家，这两句话你想通了，你就开悟了。好，我们再重来一遍了。大家想清楚哦，求就求得到吗？不求就得不到吗？我举个例子给大家体会一下。我是一个很会紧张的人，看得出来吗？哦，你们很善良，日行一善，生怕伤害我幼小的心灵啊，所以都给我信心说，看不出来啊。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啊，我是初中高中啊就很会紧张啊。为什么会紧张？君子务本啊，得把病根找到。病根叫得失心。一个人有得失心哦，越来越重，他这一生不可能会有幸福。大家注意看哦，现在这些演艺人员自杀的多不多？他比我们有钱呢，他比我们知名度高耶。这么富贵的人，最后为什么想不开？看起来啊，表面很风光啊，可是他的心啊，病得很严重啊，没人知道。请问诸位老师啊，成绩好的学生有病啊，还是成绩不好的学生有病？我告诉大家哦，自杀的都是成绩顶尖的哦，
那个成绩不好的好像都很少自杀哦，是吧？都是那个成绩很高哦，哇，一次考不好，我不想活了。所以啊，看东西啊，尤其对待学生，对待一个人啊，得看到他的心啊，不能只看到那个表面，长得高，长得美，成绩不错，这样太浅了。他这一生幸不幸福是他的心决定的。我是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硕士生，他在大学以前通通是第一名第二名，结果他念研究所的时候呢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研究所，所有的精英都汇到这里来了，结果一下一考啊，他二十几名十几名，哇，他一下受不了这个成绩啊。他说他那个时候啊，走在走廊上啊，因为心情很郁闷啊，都有要往下跳的冲动。幸好他在那个状态之下呢，想到他的父母跟爷爷奶奶，这一念起来啊，他就没做这个傻事。这是啊，他真正经历过的心境。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别啊会紧张，其实得失心再说深一点叫贪心啊，贪求的心啊，虚荣也在其中啦。我要考大学以前呢，我姑姑啊，因为我姑丈在医院服务啊，知道啊，我很会紧张，给我拿了两颗镇定剂。他怕一颗不够啊，还准备两颗。我姑姑啊，可能读过《中庸》啊，凡事预则立啊，预备好。还要有备胎哈，两颗不是一颗哈。结果我记得第一天呢，啊，前一天晚上啊，睡不着觉。十一点吃了一颗，翻来覆去十二点多还没睡着，吃第二颗，结果一夜啊未眠啊。早上起来了，我很紧张哦，全家都紧张啊，所以一台车坐着满满的去考试啊，我两个姐姐爸爸妈妈全家总动员。所以一个人啊，这个容易紧张啊，患得患失，全家人通通被拉下水。啊，结果还没进考场，才到这个考试的学校，遇到我同学的妈妈。她看到我们全家来了，浩浩荡荡啊。她就很快就注意到了，然后就对我说，哎呀，李旭啊，你真好命啊，两个妹妹陪你来考试。我是两个姐姐。你看，还没进考场啊，心情就很郁闷了。两个姐姐都变妹妹了。但是大家注意哦，有一句话很重要。叫忧能使人老，你常常啊在那里得失啊忧虑啊，铁定老。但是人有时候啊活得糊里糊涂啊，都不知道问题在哪。我念大学的时候啊，刚好跟一个学校的女同学啊，我们刚好啊出去啊唱歌啊，认识嘛。互相介绍的时候呢，我还跟他讲说，你看我像哪一年生的。结果他很认真看着我说，六十七年，1967啊，
我是1973生的啊，他才1967啊。我很痛苦的跟他讲，你再认真看一下好不好。然后他也很配合哦，他就认真想了一下说，难道我猜得太年轻了吗？所以老祖宗的话要多听，因为我没有听懂一句话叫不要自取其辱。所以那一天这个考试啊，还没进考场就觉得好像运气很不好，很这个一进考场啊，就觉得这个好像有霉气。结果进去考第一科就考华文，当我开始做几题没多久啊，突然觉得哦，镇定剂啊挺有效的，开始有点晕了。所以大家注意哦，没有福气的人哦就是这样哦，到关键时候就出状况。所以我那一次华文大学联考华文不及格。我也观察，我有很多同学啊，平常模拟考成绩都很好，每一次到正式考试哦就考不好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同学啊？你要告诉他，以后到关键时候啊要斋戒沐浴拜祖先啊，那几天最好吃素啊，积啊，然后啊要积一些阴德，关键时候就不会出状况了。所以我每每关键时候都出状况，因为啊心性偏掉了，得失心很重啊，嫉妒别人啊，幸灾乐祸啊。所以大家看呢，我没有福气，你看脸都这么瘦是吧，你看以前那些奸臣啊，我话都没讲你们在干嘛笑呢？哦，大家看那个忠臣啊，嗯，都很有福相，奸臣都是啊尖嘴猴腮。为什么？大家昨天开悟了是吧？利人绝对利己啊，害人绝对害己，动一个坏念头啊，都还没有害到别人，先害到谁了？这个坏的念头啊就污染了80兆的细胞啊，通通被自己的邪念给毒害呀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奸臣长得跟弥勒佛一样的？很少吧。好，所以啊，但是大家呢看我这个样子啊，也要给我鼓励一下啊。好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呈现了15年前做错事了，现在才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好好努力啊，积德行善，15年之后啊，我就能白白胖胖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处事当中啊，有一个心态很重要。要厚道啊，看人要看后半段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哎，你要信任人家可以变好啊，人家很受鼓舞。哎，人家做了几件好事了，你在旁边说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他以前多差啊，这叫刻薄，叫折服。要时时给人肯定啊，给人希望，给人动力才好。好，啊，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啊，要知命，
所以要带得走的，什么带得走？智慧带得走，灵性的提升带得走，所有做的善事带得走。请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哎，这一辈子哦，遇到很多人呢、啊，哎，跟你一见面呢、啊，你就觉得跟他亲得不得了，好像才认识三天哦，像认识十年一样。那就是你以前的善缘呐、啊，积多啦，这一生呐、啊，种子发芽啦，茁壮啦。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一生哦，哇，好多人呢、啊、都跟我对着干，都找我麻烦，要怪谁啊？不能怪别人啊，他不去找他麻烦，干嘛找我麻烦啊？任何宇宙间的事情啊，有果必有因啊，人真明白啦。不怪任何人啊，所有的事情啊都跟自己有关。所以老祖宗把道理讲透了，一句话给我们讲明白了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个诸就是反求之于自己。好，问题啊还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所以这一生呢、啊，广结善缘呢、啊，这个是带得走的，而留得下来的，像孔子，他离开我们2500多年，但是孔子的精神长存，利益了他的家庭、家族2500多年，还利益了整个民族的炎黄子孙。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啊。好，那诸位朋友，请问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什么风范呢留在我们后代子孙的心中？他们儿子一想啊，我妈特别柔和，特别孝顺，我爸特别有道义，特别啊尽忠职守，这样啊，儿子又传给孙子啊，孙子又传给曾孙啊，代代相传。所以范仲淹先生的后代啊，心中都有一句话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他的后代的心境都是什么？把什么装在心里面啊？天下国家，这样的存心，他的后代会没福吗？假如我们把自私自利传给后代啊，可能传不了2-3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福田靠心根，而这个福田呢、啊，大分三项。恩田，懂得知恩报恩的人有福气。所以这个人一生呢、啊，百善孝为先，孝的人呢一定有福。而不孝的人呢，一定最折福，因为连做人的根都没有了。再来呢是敬田，尊敬圣贤，尊敬长辈，尊敬所有的事物啊，他负责事情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他很恭敬，甚至于他对物品都很恭敬，很节俭，这样的人有啊，敬田。再来呢慈悲为怀啊，很有仁慈心，量大福就大。悲田，我们的孩子的人格里面，只要有孝道、有感恩心、有恭敬心、有
慈悲心，其实他这一辈子的福气你不要担心啦。所以我们不明理啊，就乱操心啊。请问大家操心得好处没有啊？所以得把理搞清楚，理得心安啊。我们为什么心常常忧虑烦恼很多？因为我们没有把很多道理搞清楚。所以刚刚举我自己考大学的例子，其实大家看哦，得失的时候啊，本来有十分的实力啊，只能发挥多少？可能六七分而已啊。所以这个得失心紧张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一个人能念到任何时候都是平常心，心平气和，这是他的修养啊，素质啊。所以紧张没有用，所以人往往呢不明理啊，都心态错误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豁达的人知道啊，该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强求不来。而一个人呢，得失心很重哦，该是他的他确实得到了，问题是他也紧张了老半天呐。可是不是他的呢，他又每天在那里想要，这样的人铁定痛苦。所以要让孩子让学生得到人生幸福啊，他的得失心得要放得下。好，那诸位老师们呢，要让孩子的得失心放下，首先呢，谁要先放下？对呀，那我们自己有这个素质，就能把这个人生态度啊传给我们的孩子们了。所以我记得我大学联考考完了，考不好啊，这么紧张哪考得好？结果我就哭得很伤心啊。今天大家出去哦，不要出卖我哦，不要出去说哦，那个蔡礼旭很爱哭哦。我今天是人逢知己千杯少哦，今天什么事儿我都跟大家讲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那个时候紧张了，反而呢对事啊一点帮助都没有。而我在那哭得很伤心的时候啊，我爸爸就上到我的房间呢，然后搞清楚状况，哎呀，就考不好而已嘛，明年再考嘛，不要哭了。我爸就出去了，结果我爸越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然后我的眼泪就哭不出来了。我假如继续哭，好像很就是很小事小题大做那种感觉了。所以父母没有得失心啊，一点一滴啊就把我的得失心给调伏掉了。哎，所以父母有修养啊，孩子的福气啊。后来很幸运呢，遇到传统文化，我心念转了，自私没有福啊，念念为人想才有福啊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啊。从运气很不好，说实在那不是运气啊，那是自己的心啊感召来的啦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，这是左传给我们讲的道理啊。哎，心念一转哦，命运就转哦。我本来华文都不及格哦，后来考师范学院考正式老师啊，都靠华文拿分数哦。所以念头一转哦，你的命运跟世界就变了哦。所以命啊掌握在自己的心念当中。哦，那个时候福气越来越好哦，怎么考怎么上哦。我那些同学哦去报名考试说，哎，跟李旭同一个教室考，可能会比较考得上哦。
哦，哎，所以你哦，学习传统文化有福气之后哦，哎，人家还会觉得嗯，要这样才会有福气。所以要给我们好好修行啊，修身啊，要给我们老祖宗脸上贴金啊。所以不是去买片金片哦，贴上去啊，那个是形式啊。我们真正照着圣人去做的家庭和乐，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好啊，哎，给世间人相信啊，哎，学习传统文化真的有大福报，哎，人家有信心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给圣贤人脸上贴金了。那我们思考到知命啊，是要成就自己，而在延伸开来啊，我们要懂得我们这一生啊，对家族要有使命啊，要承先启后，而且我们要让家族啊得利益。文天祥先生讲过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丹心是我们的真心，汗青啊是史册，是历史。我们要照谁的历史啊？用真心照谁的历史？当然要照自己的历史，啊，照父母的历史，啊，照另一半的历史，照下一代的历史，让他留在他们心中啊，就是，哎呀，我生这个儿子啊，我生这个女儿啊，值啦，啊，让这个父母啊，在梦中都会笑醒啊，哎呀，这个孩子真好啊，照父母人生的历史啊。让另外一半感觉啊，这一生最对的事啊，就是跟我们走上地毯的那一端啊，结为连理枝啊，啊，这是他最欣慰的事情了，啊，让我们的下一代感觉啊，做我们的子女啊，是最大的福气，因为我们从小就把最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呢，种在他们的心田上了。等到他们读大学啊，一出去接触这么多同学，他就感觉啊，父母给我的家教啊，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啊。这个就是对自己的家族家庭啊，尽了自己的使命了。我们也要对教育界啊尽我们的使命啊。教育界最重要的师道，我们要把师道的尊严啊振兴起来啊。这是我们这一代遇到的事情啊。为什么？《礼记·学记》告诉我们：“师严而后道尊”啊。人不尊重老师，他怎么求学问呢？所以看着孩子不尊重老师，我们不止不跟他生气啊，我们很怜惜他，因为他这一生只要不深入这些经典，他不明白做人的道理，他这一生只有沉沦的份啊，怎么可以跟他计较呢？替他紧张都来不及了，得个天地人的人生干出来的都是畜生的事情，多可怜啊。所以不能跟世间人过意不去啊。为什么？礼记学记讲的，人不学不知道啊，没人教他。你说他父母应该教他啊，
哇，这个孩子回去，爸妈，你怎么没教我？他爸爸妈妈说，你爷爷奶奶也没教我。结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找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，你怎么没有教我五伦八德？爷爷奶奶说，你曾祖父曾祖母也没教我。好，三代到哪里去了？坟墓前面。那怎么办？所以这个世界啊，现在的状况啊，谁也别怪谁啦。几代人忽略了老祖宗的智慧啊，通通都是啊受害的人啊，都是可怜的人啊。停止指责啊，从我们自己做起来。而大家想一想，是家长比较明理，还是老师比较明理啊？哎呦，我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？好，诸位教育界的同仁啊，你们都很谦虚，我知道啊。我们毕竟深入教育这个领域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教育孩子。我们一般呢、都会比家长懂，所以人生人与人都有缘分啊，亲朋好友，包含我们的学生跟他的家庭，跟我们都有缘啊，啊，人要知缘，人要惜缘啊，这个地球上啊，60几亿人口啊。人与人能碰在一起啊，几率等于多少？60几亿人哦，几率高不高？很低呢。所以诸位朋友，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哦，你居然能遇上他，这是你生命当中的奇迹出现哦。啊，几率很低哦。哎，所有的生命有多少？你不能只算人哦，你今天走在路上也会遇到一只狗、它也跟你有缘哦。所以你把所有的生命加起来啊，那个数目是天文数字。然后两个生命居然遇在一起，然后还一起学中华文化。请问这个几率有多少？这几率难得啊，大家可以抱头痛哭一下，都是很自然的哦，那个男生女生就不要了啊、所以缘分难得啊，包含学生跟你遇上了，家长跟你遇上了，这个都是人生难得的缘分、怎么去珍惜人生每一份难得的缘分？觉悟自己啊，觉悟他人。真正帮助人呢、你给他吃的，你给他物质上的帮忙，都是短暂的，很难解决根本长远的问题。这个体会啊，从事公益工作的人会非常深刻。哎，国家很多地方很穷困，结果他们帮了5年10年呢、居然是那个救济最多的地方的人最不感恩，最视为理所当然，哇，他们非常苦恼啊！去请教我的师长啊，老人家跟他们讲了一句话：他们连父母都不感恩，他还感恩你啊？所以人要明理啊，不然福来了。他还把它折掉啊！所以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教育是最根本、最重要的。所以，真正他有智慧了，他才能改变他的命运，他才能利益他身边的人，
他没有智慧了，可能呢，他的思想还会造成他下一代、他身边人错误的认知。所以我们先觉悟了，就能去帮助他人。而现在我们对教育比较懂，我们就有一份责任呢，去启发家长。所以在整个教育的现况之下，老师啊，是能扭转乾坤最重要的关键点。老师明理了，教育孩子，孩子变乖了，家长马上，哎，我孩子现在懂得给我倒茶了，端水了，他去搞清楚，哎，孩子怎么变了？哦，老师教他孝道了，老师教他做人了，哎，慢慢的家长会感谢老师的教导，慢慢的就尊重老师了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呢，家长跟孩子的尊重啊，不是我们要来的，是我们做到老师的这一份责任，自自然然赢得的尊重。相同的，另外一半的尊重啊，也是因为我们的德行跟敬本分赢得的啊。人生这些好的境界啊，都不是去给人家要得来的，自己做到了，自自然然水到渠成，赢得家人，赢得大众啊对我们的尊重了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啊，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